来，比赛开始。主场作战的北京队身穿浅色的白色比赛服，要看表了，还有时间。好，好球！这球，南方带进，马上都哇，超高难度。好球！哎呦，这包过来挺的。这是深圳队想要的一个态度。还上来是不是？而且是这样，换了两分钟，没错，高难度，嚯，四分机会，不过，王继杰，哇，这好漂亮！哇，这球漂亮！走哇，等一下，只要张凯，哇，太张凯这球啊，自己攻就完了。那个感觉的，哇，臂展啊，杨宇发的臂展啊，哇，好球，好。够漂亮！最重要就是眼神的，对不对？换三分，哇！犹豫一下，还一个，对，咱们的国家队的后卫，好球！下面还不是最重要的，哇！我要变向，哇！好球！昨天双手把球抱下来，直接反击。好球，倒在地上，安修斯把这球捞回来，没让他还能传到内线打进，我还能传球，这球啊，再打个平衡，多帮助啊，真厉害，对，要关键机会，哇，关键球啊，真是大，哎，小老大冲进来，漂亮，啊，就是这球，带着底角霍心宁，关键球，这球打进啊。这样，全场比赛结束116-110，现在马可波罗通过加时赛客场。